如果你肚子变大，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老了，你只是缺了两种东西，一缺维生素 B1， 缺它很容易长肉，二缺维生素 B2， 缺它容易影响体质代谢。建议每天早上补充2粒复合维生素 B 族，它里面包含了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B1 跟 B2， 这两种搭配是管理身材的王炸组合。现在9.9块一瓶，一瓶60粒可以吃一个月。